先没有反应过来。好，上辈子的情人有没有？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要乖乖哦，你是爸爸的贴心小宝贝，来去包糖果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大腿抱住我怎么唱歌啊？老板，那你去帮忙那个很辛苦在那边卖东西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卖东西好不好？你看那里有卖葡萄哎，南瓜，还有好大只的牛蒡有没有啊？好，等一下，你这样害我想到一首歌，你知道吗？滴滴常常在唱的那首有没有？我有一个小秘密，我要说给爹地听。爹地，爹地在哪里？爹地在这里。爹地，爹地，陪我一起玩游戏，从早到晚，不要一直闷个哭啼。我有一个小秘密，我要说给 baby 听。 baby baby 我爱你，Baby 我爱你。好，那这首歌呢叫做是小秘密，有没有？也是悠悠的歌，这是心宇的弟弟最喜欢唱的歌。好，那我们的陈宏换好弦了，有没有？那我可以去陪我女儿玩剪刀石头布了。好，那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有没有？我们来自于南投县各个地方，有没有？
有蜀山啊、鹿谷啊、五千里，还有那边看湖里，各个地方南投县的农特产品，在这边为大家展售。希望大家呢可以尽情的挑选，尽情的选购，那挑到你喜欢的东西，同时呢，让我们的农民能够过一个开心的好年。今天是新年的最后一天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陈宏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他的心声。好，我真的烧香了，没有。好，这首歌曲叫做《我真的受伤了》。